It's bowing. Hi guys, 我现在准备要去。哪儿啊？我今天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去看鹿。对。公园啦 ！Oh my god, did I just step on the poop? No, okay, just kidding. It's all poop. 来买那个喂鹿的小饼干。哦，原来奈良的鹿是在大街上面的耶，我以为他们是一个园区，然后很多鹿这样，好可爱哦。他不理你。不理你。Are you having trouble making friends? It's bowing. 你要去 give him food. Oh my God! Help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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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ke! Take i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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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Take all of it! Ah! All right, there's a tiny deer all the way in the back. It's so cute. 有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好可爱。然后在一路上还是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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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鹿，哦，好热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反了，这个就是著名的东大寺。第一眼看过去的时候，真的被吓到，因为真的很大，我有点被震折到了。拥有世界最大的青铜佛像，另外还有一个热门景点就是这个木柱下面的孔洞，据说因为和大佛像的鼻孔一样大，所以又称作大佛的鼻孔，据说只要顺利的钻过就可以无病无灾。那因为我个人很有先见之明，所以我对它就是抱持着一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心态咯。另外在寺外还有一尊药师佛，据说你触摸它哪个部位再摸自己的，那那个部位的伤痛就会痊愈。 And then you touch that part of your bodyNow you will be healed. 我们现在从那个东大寺走出来之后，有一个小山坡可以往上走。然后燕刚刚找到了一个可以到山顶上去看风景的地方 ，But we're not sure if it's open. 其实我心里是小小的开心的，真的不用爬山了。然后都没有人。好了，还是有人啦。这边远远的都是路，但是人潮却比外面还要少很多。现在在 Nara 的一个咖啡店，然后我们要吃冰。那你想要吃哪一个？这个。They have sake latte. That looks very weird. 哦，哎，你看我头发。相机要先吃。这是我的焙茶，然后如果你认真看的话，里面有 ice cream。希望这里面有葛饼。I like it a lot, actually.然后我们点了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忘了。就我们点了一壶茶，哇，里面好像海草。It's amazing！ 哦，它浮起来了。旁边那个在 line up 的时候也一直离开，因为他们有一只狗，狗狗在外面等，然后他就担心，所以每十分钟他就去看一下狗。他就跟他太太说，他们狗现在在做什么，然后就比那个狗做的姿势。So I don't know how this works, but there are shops where you can buy train tickets
or cheaper. So we just paid $1,020 for these tickets. Wait. Yeah, $1,020. Oh, yeah, yeah. So it's cheaper. Yeah, $1,000. But then it looks like they just went to the station and bought the tickets and gave it to us. So I'm a little bit confused.Just how it works. 刚刚伊燕说的那个店呢，其实就长得像这样子，它有各式各样的车票，然后都会比较便宜。然后刚刚老板娘还送我一个 omiyage. It's not focus. 哇，好开心。Let's go back to Namba. 隔一天的早间呢，已经是早上5:30，然后我准备要坐电车去机场，然后回台湾啦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太贵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一个 thumbs up， 然后呢订我的频道，然后也可以去追踪我们两个的 Instagram 在这里。And I'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. Bye. Bye bye. There'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. 然后这家店呢，就在4号出口就在这，然后它店就在这。第一个长这样，第二个是这个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